圣杯香炉杀人书，闲着不出。OK，喵喵。哎，为啥上不了身呢？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강이잖아안돼안돼책물에젖어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야其实应该再加血的哈，你带净化你不早说，我给你加个血，带个加血。早知道带个虚弱加血了，这人儿，哎，谁知道他带净化呀？他也不早说，他一开始带的不是净，不是这个，你知道吧？他一开始带的是加血，我现在带加血，我点燃虚弱吧，这不扯事儿呢吗？我操！刚才给我干下来了，我给我吓完了，你知道吗？哇！吓死我了！给我吓坏了！这猫削的有点惨了，这英雄削弱了是吧？哎，这个现在不是立刻钻人到身上了。兄弟，我真是尽力了，我尽力的来你啊！完了，刚才忘记看加点了，这英雄主 E 对不对？哎呦！哎呀，这都没死。寄生兽死了，回家了。
사냥꾼이먹잇감을찾아벽곡을누비고있습니다这个溪地好长哦。宿主死了。哎，宿主死了呀，宿主。十七呀。喂。啊，咋了？我啥时候跟你呀？我到时候叫你。行行行，你叫我，你需要我，你可以叫我。Okay. 等会儿我先把它插个眼儿去。锤石不见了。然后你们下路现在还好，攻的不是特别厉害，阿玉就行。这还行吧，凑合地儿。자슬슬사냥감을찾아움직여볼까너움직일줄은알对面中单往下磕了，小心点。嗯，这把差不多拿下了，我们这后期就融，这瑞兹废了。反正我这混，这把灯打团随便赢。我们这边飞机船长，然后加这个 ADC 放个大，然后你来几口打团随便。主 E 主 W， 等会儿我查查啊。都是主 Q 一 W 的，都是主 Q 的。不过你把这眼开了吧。我不太好去呀。哎，差多久六级？他们该打龙了。哎，猴哥，你过来靠一下，我靠一下我，他们要打龙。我看他们有没有在打龙，在打龙，飞机是不是有炸药包可以打？哦，没打，那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他没打龙。走了啊。八级敌在下。先发育，先发育，我们中路战斗力现在不咋地。小心点，别被越了就 OK。我去把峡谷先锋控了，他拉龙，我拉峡谷先锋，然后把上路一塔推了，直接赢了。呀，没抠着！哎呀，我现在主要就是我这个眼儿我做不出来，怎么整？我这是没事没事，不用 A 不到人，就跟 AD 在塔下说着，对，你过走过去点，让我抠一下，就一个字，怂，别死。那是随便的，只要他不死，我就不死。啊，确实，我这随便的，这都是。圣杯。走。哎呦，坏了！临时来。
这飞机交闪干嘛呀？这不体格闪，这个人交闪。这个飞机要么早点闪，他早点闪，我好像能走一下。有点快。哎，我这波应该蹲在草里面杀瑞兹的。饿了。可以杀，可以杀 ，nice， 好走位。完了，兄弟。你这引燃。我老 K 头了，拿了个人头。不好意思啊。老 K 头了。Sorry。老 K 头了，老 K 头了。Sorry。直接一丝血，一个引燃。瑞兹没闪，哎，这波可以看一下，我大好，可以看位置，可以看位置，哎，不是这一修都能交闪啊。他这不让这个挖掘机击飞啊，那挖掘能把他秒血满血秒了不成？他有点怂，闪是挖掘机必死的。他有点怂，岳飞有点怂了啊，老弟。你也在，他有还有进化，他被顶起来直接开进化就行了。啊？我说刚刚你在，你可以给他奶，他这波太怂了，不然这波直接杀了。这波杀了，他们节奏就炸了。我说这圣杯也太贵了吧，这得啥时候能做出来这眼儿啊，垂直已经做出来了，我这是哎呀，哎，我这把我的眼爆好上路，什么老毕啊，我哥你可以来波中路，我走过去啊，我走过去，哎，这波你可以跟我，这波你可以跟我，我来带你。我不知道挖里，我不知道那群人在哪。啊？我没感觉。这道上，这道下。飞机怎么死了呢？哎呀！哎呀！哎呀！兄弟，你没了。这波我怎么死了？他俩伤害这么高吗？嗯，他还有大，算了吧。哎，坏了！有 TP 吗？哎，他这波没金，没闪现了。带我一个，带我一个！九秒杀的。八秒，八秒，再放，可以。还不要命？这场不会乱放。这峡谷包能撞出来？撞出来。飞机会不会死啊？哎呀，我就差20块钱，我就能出眼了。哎呀，我这波为什么要省大呀？我操！这位子为什么这个都不交，这不早点交闪呢？我以为他没闪，他一直不交闪，我以为他没闪。我就不想用闪，用大招杀他，他挖掘机。啊不溜，按错了，按错了，按错了。其实人家猫都是主 Q 的，你们净瞎指挥。不过他还是要死。龙好像是要没啊。那么他闪现续命，没用。
我哥你有眼没有啊？你没眼？有，我想让你带我来看一眼。带。后边，别，别，别！啊！啊！操了，杀人了！啊，不是人呐，这帮人啊！哎呀，不是不像人了，他们呀！可以，这一个小兵。徐若呢？徐若套了呀。头哥，你现在可以跟我来来来来。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马上来了。我想出什么来着？我都忘了。现在直接起飞了。哦，出那啥。去杀这个瑞兹吧。出香炉。瑞兹没那个大没闪现，我打个红。打个红可以留他，不然他可能就跑。nice 啊！哦，换个扫描对，可以啊。这边是瑞兹，太疯了还是咋的？我在这里插个眼，把这眼插一下，发现我们被啊插眼啊！插眼啊！拆了，插了，打吧。可以杀！哎，我怎么没了呢？哎呀，这玩个鸡巴！咋下来了？不知道我怎么下来了呢？我没想下来的，我想钻 ADC 身上，钻错了。下回不行，下回不能这么钻呢。挖的地也没死。被打断了吗？哦，被打断了，我钻一半被断了，可能给我顶了。英雄现在能被断，哎呀，这飞机等我一会儿啊，大飞机，这飞机太不像个人了，你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就活了，快点来，谁带带我。我可怜弱小。不过你刚还是在我身上好了，刚在我身上我就敢 Q 过去了，然后身上少个人不敢 Q 过去，不然那不我就 Q 过去把挖掘就行了。行，要来，我给他插钱，插钱。这光头不值钱了，就140块钱。加尼奥你们能杀吗？加尼奥很肉啊，算了。三条太肉了，我们这飞机三项都还行，还有点穷。还有三项还行。我们家啥也没有吧？就我和船长，船长都2000镑了。这个英雄给你们扫着玩都能玩，我这加油，兄弟们！我吃点水果啊。嗯，这宝在这儿吗？你就挂我身上吧，我打不开门。行，挂我身上，我打不开门。不过不好吃经验，攻击杀人去，线索。哎，我们去蹭点他的经验，好。
我插个眼儿，你们插，行。挺好，要不我们打大龙了？哎，他被留了，减速了。他这个大招丢的也太垃圾了吧！他这大招。没有眼儿了啊，丢不进去了。大龙，来大龙，来两口，别急，让我来起来。别急，等他过来吧，等他过来，这有大龙大龙，快，快。飞机呀、啊！哎呀，过来了！飞机怎么才三层？我就坠机了呀！他为什么要在这回城呀？哎，这个英雄我发现这 E 也不是吸力很快呀，这吸力也不行啊，减吸力还是得出点儿。当，哎呀，兄弟们啊，吃点水果啊！放带，我们直接打大了。找吧。八开七，他们应该有人要来做野，我觉得。这人不逼的吗？哎，这大龙打的可以啊，打的好快啊！挂机了吗 ？Nice 啊！爱的呀！拿下！拿下！他们都挂机了，没挂机。拿下！救一下！来一口。在哪呀？我就把中线推了。这飞机怎么做？拿下！拿下！输了耍火箭。